深圳版寒战，爆头博上位够绝啊！我唔可以俾班反知道，我哋因为佢会反转香港。警察最大嘅功敌，从来都系自己。譬如人生，深圳一样有差人，自编自导自演大龙凤嚟博上位。有网民话，28岁龙岗公安李才坤为咗立功，今年7月1日揾人扮劫匪做假案。点知假戏真做，兜头射死个劫匪。公安部仲帮佢申报2等功添。不过龙岗公安分局就话，李才坤的确有打死假劫匪，但就冇挟持人质。当局亦都冇帮佢申报2等功。虽然李才坤已经承认自导自演劫案，不过犯案动机就满天飞啦。有公安内部人士就话，佢系见到同龄嘅人都炸晒职，但自己又冇消息，就希望立功加分。亦都有人话，死者经常打交犯案，仲试过喺派出所度同李才坤冲突，所以李才坤就策划单 case 攞佢命啦。不过系真系假，就真系无人知啦。